今天的进度就是我们整理了2020到今天以来的 Common Voice 上面的句子，然后并且移除了20个有问题的，然后并且我们在 Random 的这个频道里面整理了350个句子上去之后，然后还把就是目前只要有新的句子进去，那它的即时状态会直接更新到 Remix 上面。之后之后我们还发现一个第二的小 bug， 就是第二被我们嗨掉了。就你可以在任何 rapper 下面放你要的 commit。Oh my god！ 这只是 bug， 这没有实际的影响，但就是很好笑。看起来是这样子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哦。那就 IP Sophia， 那在下一组是阿美与蒙恬，请准备。Hello， 讲一下今天的进度哦。